哎呀，蛮不惊人。螃蟹超多的，下游是就已经超多了，规块拢红光光。这只大概没有拉起来，我就要收竿了。哦，你看狗啊，玩干呢？我一直要插在洞里面。今天最大的啊，不来，今天最大就以这只作为结束。哦。有点多，收拾好包包之后往下移动，下面才有点，上面这个点吼不好，不要在上面溜乱了，浪费时间。往下移，往下游走啊，走到这个快要到这个乱石区这边，这边树很多、啊，这个大石头这里，这边就照得到太阳了，蛮不错的，环境蛮舒服的。到啦。这种点啊，漂亮的点都有了，给姜东姑。不过不大只啊，但如果二十就蛮大了，这样这只就二十了。不错啊，后面的点比较好，我应该要去把它捞起来才对。哎、欸，哇，钻到洞里面去，我看到下面还有其他的鱼。海九冲，这样，别吧。我从上面继续这样走下来之后啊，这一段超漂亮的，而且刚好太阳照到了。你看这坑，一下鱼拢冲来冲去，然后这条沟走旁边，啊，下面落差一尺一尺的哦，这一段就很漂亮了。都是鱼在冲啊，鱼无啥会惊人，冲来冲去。然后是吸到洞里面，丢啊啦，不来盖。这次就没刚大的了，刚刚直接吸进去那个力量，哦，这次就小只的了。十一点多了哦，休息一下再下去好了。大概，哎，有虾子。哎，下次，哎，咬我！哦，虾也嘛唔惊人，你看，虾也嘛唔惊人，真的是哦，笨笨的一堆，幸我捞不到你，广告村。哎、欸，我过来龙哥，我这边过来跳，算了，不捞他，先看一下多少。大概几个小时，三个小时吧。鱼很多啦，可是不大只。哦，先吃饭。哎，这个姑婆寮溪这个螃蟹超多的，下游是就已经超多了，规块拢红光光。先休息一下，这旁边就有鱼了，而且这边的鱼啊超笨的，小家蛋黄酥。等一下吃饱了，继续往下，他们应该还是会下来，上面没什么好钓的。中了，好像卡进洞里面了。哇塞，哎呀，真的进去了。哎，还出来了。哦，这个石头下面有个洞。哦，我看到另外一只大只的。哦，它一直钻进去。哇，下面还有一只大只的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哦，这只二十几喽。哇！哎呀，它从这边提哦。
哎呀，你要跟我，要跟我冒险！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！引也引不出去，只好从这边骑了。嘿嘿，哇，这下该平好啊！哎呀哎呀，哇！不要乱冲，哇，这是今天最大只的，掉下去就算了。哇，千万不要冲动！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顺利达成任务。啊，大概22吧，瘦瘦的，中啦。最近都是这样啦，拍的时候不会中啊，不拍的时候就会中啊。应该还好吧，应该大概20而已，还没有很冲，但是好像拉不大起来，拉不大起来。哦，哇，欸，不小欸，大概有25欸。哦，它不油啊，难怪我以为小只的嘞。这一次这样子在那边拉拉，欸，这一次又不用钓了。哦哦哦，有有有，欸，不错不错。哦，欸，这只最大，这只最大，哦，今天最大喂，哇哇哇哇，哇，不干不干，欸，哇哇哇哇，脉冲崩脉冲崩，有25了，这是应该是今天最大只。东西收一收，等一下那个盘不好过，收一收鱼放一放好了。哦哦哦哦哦，中大的，看这龙在这哪里？哦，没办法哦。我就讲，迄坑有鱼，我拄好一直要钓迄坑。哦，搁买几只钓会落去哦。哇哇，无完啦！啊啦啦，有啊！拜拜拜拜。因为等一下那个那里不好下去嘛，所以我东西都收一收，然后死掉的抓起来，带回去喂大麦虫。来看一下，我把比较大一点的抓出来好了，这样子两拍的，还有一只。哇哇哇哇，口感都浓，这一只。应该这两只比较大而已。哦，有一只嘞。对，好，等一下把它放一放吧。不要先放一放哦。哦，难怪都钓不到。对啊，真的后面都钓不到。半天先放一放。难怪那个动作很漂亮。这样这么拍，哇，全部都是。哦，哎呀，我应该装水底摄影的。那是最大只在这里，还在那里。这是今天最大只。哦，还给人家飞起来，
太不尊重人家了。这鱼真的很多啦，只不过鸡太小条，你钓一两只鱼就怕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往下面去过那个滑水道，那边边边最难走，所以我刚刚收钓竿把鱼放掉，就是怕那边太滑。然后现在要直接往下下去，刚刚那个双溪口那里走左边那一条看看左边那条鱼有没有比较多。刚走过来的时候苦花超多，全部都躲在那个缝里面，你看它慢慢游出来了。如果安安静静的话，那个缝里面都抠灰。其实这边很多啦，看那个洞，水又干净。好了，继续往下退出来到这个双溪口了，等一下去左边那一条试试看，看看有没有那个漂亮的潭区，直接过去。这边苦花还蛮多的，小濑区。这边有一条路，这里都大家都没来过，超神秘的，而且都无人啊，敢那我一个人啊，安尼都无人，他们还离我们很远很远。旁边这边过去了，一整个平林的苦花都在这两条上面了。你要冷过去，这旁边应该可以走吧？恰恰恰，哎，应该还好，还好还好，小心一点就好。哦哦哦，哇，这里比较漂亮，一时两时三，哇，滴嘞，这滴困了水呀、啊。所以我们早上是错误的啦，是要走左边这一条啦。哦，这种口会齿痕闷闷不正正正，这种口会扛一个人而已，走到这里就好了，不要走太上去，从这里开始跳跳那个沟。可是那好像很多木头耶，超危险的那个沟，这个沟那个沟掉几几坑了。好，大概半小时哦，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鱼不吃耶，那个下脚都在冰白吃，超无奈的哦。左边右边的溪就差那么多了，几只而已，其他小只都丢掉了。哎，又躲了哦，往回走往回走，这样子不行，马上掉右边这边啊，很咬。下午去左边这边啊，鱼很多更多，可是竟然不吃耶，搞不清楚左边和右边怎么差那么多。哎，有条溪都是鱼，全家都在冰啊，回家左边的都不吃，现在只好继续往下，往集合点那边移动。中了，这个石头下面有缝啊，这只无啥要收的，沉沉哦，终于无啥要收，开始收啊。这种点啊，再中一只大概就不用钓了，所以我一直要快速往下移动。鱼是很多啦，可是就是。有时候吃的蛮喵的，哎，还要冲进去，哦，靠腰嘞，也不小哎，二十几哎，我以为好小只的，还不错，肥呢。一路往下走之后啊，反正没什么点啊，有点就掉一下，掉一下，掉一下。然后继续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这边有竹子哦，表示这边以前有人种竹子嘛。然后那边有两个彩带，这是彩带，正正带，叫一条路哩，你看，叫一条路呢。所以这一条路说不定可以往上切，哦，这边有一条路，可是好像几百年没人走了。对啊，无人敢行啊，这条路。
哦，应该可以上去。那个树为什么这样？好恐怖哦！进来照。中了，这一只我大概要结束了。你看一边慢慢的修，刚刚直接插到洞里面去，哦，又进去了。这一只大概没有拉起来，我就要收杆了。哦，你看狗啊，玩干呢？我一直要插在洞里面。哦，出来出来，欸，没有多大，大概25。看得到鱼吗？哦，有，又进去了。哦，他刚刚直接插到洞里，把我那个像那个太空豆都出掉了。你看木印的位置都跑了。拜个拜！哇，弯弯呢！这只也不是今天最大了，早上还有更大的。哦呦！好了，一只准！飞起来！哇，这只是最大的啦！看呀，这是今天最大的啊！不来，今天最大就以这只作为结束。哦，我以为今这只不大呢，这只应该有25以上喽。拜拜，我就走另外。现在4点多了，大家都准备收一收，要往下切点那边集合了，所以要从那边回去了。下午的话，鱼都是下面反而比较大只，其实不用走那么远啊，我们走到双溪口上面去，水浅的话鱼反而没有大只啊。这家它比较大一点的丢进来而已，只有这只应该是今天最大只的，大概应该有26、25、26而已。等一下准备放一放了，放一放，4点多了，没几只。哇！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哦，正品，好，回家。